大家好，我是以琳琳，我是 Eshine Makeup 的创办人，然后很感谢 IBF 颁这一个奖项给我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在化妆界没有多少个人可以拿到类像这样的奖项，很开心，真的。然后也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同，谢谢你们。